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节操为你而调，祝你那销魂的一下。大家好，欢迎上游乐的为你带来的游戏视频解说啊。我们现在来玩这个有点古老的恐龙危机一，换衣服，大白腿儿，哎，这是他大概的一个任务介绍。等于汤姆呢，就是他们的一个工作人员啊，一个情报人员，然后扮成研究员已经潜入进去了。然后发现了卡克博士，卡克呢，他们之前认为是已经死亡了，然后所以说他们觉得必有蹊跷，一定要去调查一下。这个游戏里面的所有的密码都是可以背板的，它不是随机的。所以说其实大家玩之前可以到网上先去搜一个密码单，然后如果觉得自己实在是玩不过呢，可以就对着那个输入就可以了。那这一次任务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把卡克博士，就去寻找他到底什么情况，在不在，在的话带回来。这个片头感觉是没有《恐龙危机2》那么酷炫啊，当年觉得酷炫，现在觉得画面糊得跟个屎一样。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 PC， 中文版的原因啊，它没有 BGM， 也没有这个对话配音。然后我看在 PS2 上面日版是有的。但我安装的时候他有问要不要装声音那些，但其实装了的啊，这些声音还是有，否则就变成无声游戏了。哼，为什么他一说住嘴让我联想到了某些什么不可描述的一些 QQ 表情啊。啊，这大概咱们再分配一下任务。啊，开始了。它这里面每个地方都是固定视角，跟二差不多。然后个人感觉一呢，它是更加贴近真实恐怖啊。二的话也不能说不好啊，就是射击元素更重点，虽然说没用鼠标，那个如果说长此以往，这个东西没有被废弃的话，下去了很可能做的跟生化危机走入同一个路子。这个地方，哎，关了的，进不去。啊，拿到了一把钥匙。这里面哈，就是
你们可以看到有个地方哎，啊，它像这种的话，基本上都是可以推的。哎，其实《恐龙危机三》是有的啊，但是仅仅只在那个初代的 Xbox 上面。所以说很少有人知道。好，这个是队友用无线电在喊话的。啊，我现在一边在录音啊，一边也是在淘宝上搜我去弄一个来吧。嗯，好，现在等于说是要跟他去探索一下。另外那边那条路呢，就是暂时是不让走，但是这个游戏他做的还是比较怎么说，当时的游戏画面都不是很那个啊，但是我靠，哎，我想买个限定版的，网上一般的那种三四百就买到了。好，这里已经是发现有被猛兽入侵过的痕迹了，但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，他们只是来登岛调查，但是一看这什么鬼啊。提醒一下，就是基本上大部分的尸体上面都是有东西的，所以看到尸体是可以去拿啊，当然只会有一个，他下半身不会再有了，再有就不得了了。这里面是一个发电的机房，然后看一看啊，这边我们这个要对准的是那个，等会儿你们看右边啊，大家看到了吧，红紫青白啊，对准这个顺序，然后把开关拉下去才管用。好，再把中间那个弄一下就好了。OK， 啊，那这个电力马上就恢复了。这个里面恐龙出动的没有二代那么频繁，但是其实还是挺恐怖的，特别当时我年纪还很小的时候。而且这个画面你看，这个人长得就跟充气娃娃一样，但是当年骂了多少人对着他意淫过。哦，有什么东西被拖走了？
啊，你可以选择跟他打，当然不打也是可以，你可以跑。但不打的问题就是，如果以后你还来的话，他还会在这个地方的，因为他这个并没有二代那种，甚至到了后面游戏的那个弹夹容量可以加到很多啊，所以说各种资源都是很有限的。盖尔不见了，这神作了！我靠，一盒恐龙危机三新的可以卖到你妈399，比 PS4 的新游戏还要贵啊！我勒个去，不得了啊！哎，等会儿啊，我得先去拉个屎，你们先看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啊，好，回来了，啊，这是子弹。这种子弹其实威力不大，但是后面有一种子弹拿，手枪子弹，拿到之后你会感觉威力大的一逼。啊，等于这个是要理克还是克里啊？他是个技术宅，啊，当然也是部队里面的技术宅啊，不能拿他跟普通的那些相比。这可牛逼了！哎呀，我去问一下那个
卖的便宜点的，他那里是不是未破解的，还有没有游戏啊？我为了把这个古老游戏复活也是拼了，居然去买那么古老的机器。初代的 Xbox 有没有联网功能？应该有吧，我想。光环毕竟上面都有啊，那你光环不对战，打完那个拿来干嘛嘛？好，试一下，这边是暂时走不了啊，那就得去其他地方。它这里面保存游戏是在专门的几个房间进行，是否则是存不了的。把那个卡捡起来，前面那个箱子里面有东西，但是你现在这个房间没有通电，所以说开不了。这里有个东西可以拿，这是开门用的，但它必须要两个一样的，就有两个才能开一个门。它显示的 H， 那说明还要另外一个 H， 然后开那个对应 H 的门。啊，通电了吗？电脑开了。当时我以为只有手枪，因为我很久没玩过这个，我一看哦，其他几个枪都还背着的，那还可以。啊，这里是可以储存记录。哎呦呦，听到声音了，妈的，我就是附近肯定有东西啊。嘿嘿，但这个你得看有些地方的，不能烧过头了。进不去，好像暂时。说明我们那个不够，只有一个。好，麻醉兔才拿走。其实麻醉弹，我看好像跟那什么合并一下。哦，不是麻醉，还好像是麻醉素材跟那个复活剂合并一下，居然能变成那什么？可以变成猛毒弹，就麻醉弹只能麻醉嘛，猛毒弹一下就毒死了。把能搜刮的东西都搜刮一下。哎，今天重庆有个动物园里面又有人翻进那个熊猫的那个墙里面的了。熊猫也是熊啊，妈的，等会儿大熊猫看见你欺负他的小熊猫，他要出来教你做人。
他近距离拍，他还洋洋得意啊，好牛逼的样子。哎，我去！不要！哎，不！妈的！我怎么自己送上门了嘛？哎，那我直接打一打。你看他死没有？哎，好，应该死了。他如果倒在地下，他没有流血的话，那说明他没死。哎，这啊不，他那个合并是把同样东西合到一起，他那个合成的话是在下面专门的那个 mix 那个界面里面操作。我勒个去！进门你就要给我个抱抱呢？流血没啊？流了，哈哈，死了。应该也可以推呀，呀，哎，推不了，真推不了。这里暂时不知道。哎，我等会应该去看网上搜一个密码单。哎呦！啊，这个里面。他这是在教给我们破解密码的方法。这边反正之前也没来过，可以走过来看看。怎么好像还缺一个是吧？开不了那个门。那咱们应该得去找找了，不然现在开不了。我当年玩的时候就开个那个密码门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，折腾了半天。咱们还缺一个，现在只有一个。啊，然后我后面去搜了一下密码单啊。他这个是改装武器用的，你要改装什么武器，你得先把它装备上，然后再使用这个零件就可以了。
啊，当时我在犯什么迷糊？喝了假酒吗？妈的，当时喝了假酒吗？我操，当时喝了假酒了。麻醉素材在你受伤的时候也是可以单独使用的。好，改造手枪可以了。你改造了后面一些大威力的子弹，你才可以用的。我靠妈，这人就一直自动回复吗？算了，不鸟他了。好，小恐龙，你过来。哎，他人呢？哎，那他去拱那边去了，我在这。哎，哎呦！错了！哎呦，这个妹子拱着个大屁股对着你，哎呀，妈的，全都是套路啊！哎呀，他心中肯定有一句 MMP 啊，哎。哎，这你妈的！是我这个箱子满了吗？这东西我也不敢随便乱丢东西，不知道他丢了还在不在地上啊，所以说不敢乱丢。但你如果我是为了把视频录出来嘛。如果你只是慢慢玩的话，那你可以找一些机会试一下，比如你刚刚才从一个房间保存了出来，在外面丢一下，发现有呢你就再捡，没有呢你再回档就好了嘛。哦，这个好像还没激活，不能用。要睡觉了，龙哥。哎呦！哎，你过来哟！不，错，哎妈个蛋！那，哎呀，实在不好意思。这时候，恐龙心里面肯定有一句话啊，啊，你欺骗我，玩弄我，100块都不给我。臭不要脸还在笑，啊，哈哈，哎，我觉得那个小红帽也是够拼的，这警察也在笑啊，哈哈哈，哎呀，好，这个就是把下面有的对着上面把它消除掉，就是你最终要输入的。Thank you.
当时我在这里就卡了很久，不知道怎么弄。有一次突然把它给破解了，妈的，很有成就感。里面有个人啊。有个东西可以捡，但是也就一个 N 呢。打开之后呢，这里，妈的，当时我又不知道密码，我应该把那个密码单保存下来。啊。我擦，你妈的，我之前忘了，当年就是这几把玩意儿把我吓出屎了好吗？真的，人小啊，胆子也小。所以你看他张口的时候一定要打他，不打他你就会死的。现在应该去哪儿了？肯定是去找那个密码。有本书，7587是7687吗？但是这是那个休息室武器库的呀。哎，有个东西在里头。再试一下吧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再去找别的。我靠，现在网上一个 GBA 200-300块钱，甚至还有几十块钱的，我勒个去呀、啊！
这个门好像现在还进不去。哎，打不开。啊，然后其实是在这里，我又查了一下密码单，把这个开了。那个拉了电闸之后，这个就通电了。这里面有个极其重要的道具。哎呦，当时怎么那么笨呢？还没意识到要用那个 mix 呢，我实在招不住我自己了，我他妈在干嘛？在这个哦，这个门已经可以开了，有那个钥匙了吗？哎，这个感觉背包容量好小。容量真的小。啊，这些大家可以记一下。子弹也不多。这个门开不了。一个人又开始装逼了，说他到现在为止看什么书才看了2本半，怎么怎么样。哎，我操，你不得了，你要日天。我只能给他回复一个奸笑的表情，然后说不得了。妈个臀！我是不是能不能自己不看密码单来弄啊？有点多哎，他越到后面越变态。人这个说实在，其实你看当时那些游戏画面不咋地，但是这个，你真的要好好玩的话，还是挺费时的。你得花很多心思的，特别当时又不能。持续一直玩游戏啊，只能玩，哎，被家里面管制的嘛。然后
上课啊，吃饭啊，什么都在想。干什么的时候都在想这些东西。马克从哪里错了？哦，等会儿，我是竖着对的，可能是要横着一排一排对。哎，尼玛大爷！我当时可能还没意识到这一点。啊，弄开了。进到这个房间，哎，这是个什么？哦，好像也没什么用。啊，红色都是补丹药系的，火花塞数目不足。哎，哎，对了 ，PC 上应该有修改器、啊。妈的，当时我应该去搞个修改器，我操，一路虐死他们。啊，对了，就如果你通关之后啊，他会给你一个奖励。给你一颗特殊弹药，榴弹发射器的，那一颗弹药怎么也用不完，但是只有一颗，就算你后面把它改装成自动的，它也自动不起来，自动是你里面要有很多弹药才能那样弄啊，也只能打一下上一下，但是总的来讲，很变态的，你会很爽的。哎，过年好蛋疼，快递这些都不发。我怎么觉得越过年过节，把经济越萧条呢？死了吧，把啊好，出血了，死了。哎，但是好像，比如像什么京东快递啊，它就不打烊。但京东上面一些店，它也有不用京东快递，它用什么圆通的妈的，那他妈照样气死你啊！那只要他用的是别的快递，你看着你就懂了。那老子等节过完了再买。有，听到什么声音了？嗯，好。哦，是从这边出来有的时候就是以前小时候也不觉得，后面才觉得，妈的，他就啃一个事情能啃一万年，太不正常了。哎，这里面是啥？厕所？尼玛！嗯，你妈还锁着，没有那个 ID 进不去。
哎呀，是在这边。去哪里嘛？难道是什么东西忘哪儿了？那就只能往前面走了啊。这边肯定有个恐龙，我都听到声音了。我操，这边还有个门，那可以啊。看来只能走那条路了。哎呀，这尼玛，我只有走那里头了。来，龙哥过来。哎，你看我，就当时犯了个错，我不应该站那个旁边，他肯定会扑我。我应该站在后面点，他一扑，我往旁边一绕，就过来把这个给他关在里面了，就给他。这个可以稍微制止一下恐龙，但是一直没明白它有什么作用，好像也不能杀伤。哎，那不是那个吗？通风管道吗？我一直没明白这有什么用。哎呦，尸体哦。哎呀，火花塞，好东西！没什么东西，哎呦，有个钥匙，我看到了。B，我干，你要干嘛？我操！恐龙，你能不那么做作吗？打你的时候你没倒，然后后面你看了他一眼，你才倒的。你这样导演不给你加鸡腿了。哎，去哪儿？拿了个钥匙，走吧。哎呦，我开始玩火了，再见。哎妈个蛋！
趴了。绕出来了，然后当时我天真的以为可以来开这个，到了后面这个门可以进啊，然而现在并不行。哎，我这是要往哪儿走？哎，我刚才问一个本地卖游戏机的老板，他帮我去问一下有没有本地有的，因为现在快递都不发，我付了款的，他也得年后才发。然后游戏嘛，实在没办法，那个就只有等年后了。师长是。哎哎，我靠，我他妈在干嘛？肯定插右啊。我后面没办法，就去好像去搜了密码单了。了吗？操！哎，我这意识在干嘛？啊、哦、啊，开了开了。卡片 L， 那应该是个重要道具了，否则它不应该藏得那么好。可以稍微弄一下。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储存器，存点什么东西。其实这是我可以把两个麻醉素材合在一起，再用强化素材再合一下。
但当时没想到。哎，我他妈怎么又走这儿了？当时脑子抽了。好像是要从那边进那个通风管道，就我们之前调戏那个龙那个地方。然后当时，因为我很久没玩了，我之前就玩的霸王龙，那里就把我吓成傻逼了，妈的，从此成为我童年，那个，对对。成为了我童年的阴影，所以把这个游戏玩通也是我童年的愿望。哎，你妈他人呢？是不是傻？好，直接走了。恐龙已经被在这里面关的头脑不正常了，快！尼玛！难道是要拿？哦，是不是要到那个电脑面前去置换 ID 卡？干！恐龙危机二，你们看我玩的还可以，那是因为我之前就已经通关过了。没搞懂。这边，但这边出来是那个，哦，好像也可以直接过去。我操！妈了个臀！你再这样，小心我把你关在里面。出血了啊！不用了。哦，对，是这边这个配电房的钥匙。这最开始的地方啊，就可以进来了。还有个东西可以捡，麻醉素材拿不到，先走吧。当时的游戏这个，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机器机能的问题啊，都是大量使用这种过场画面。里面有个充好电的电池啊，把它拿下来。
他这里面凡是这种地方那个顺序都跟之前那个一样的，把它排成那样，要么就是坏了，要么就少一个。都给他搞定就好了。耶、红应该在最左边。好像对了吧？好，搞定。或许他有话要说，那先去找他吧。哎，我好像发现了什么。这种后面肯定是有东西的，不可能没有。妈个团，这里被锁住了。哎，踩玻璃居然还有声音，那这个细节做得可以。嗨、大家好啊，这个现在是有人在问为什么不用片头了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因为呢视频广告太长了嘛，再给大家看片头那玩家就要抓狂了。目前我的视频已经登录了搜狐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，其他地方如果你能看到的话，那差不多都是他们偷的。所以如果支持我的话，最好就到这几个地方来看吧，你们的点击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另外微信公众号呢，因为也是没太多时间去打理，所以说也是很久没有更新了，我想去 copy 很多那种内容也没什么意义，不过大家也是可以先关注一下，我们这边打算新注册一个微信号，会建设的稍微好一点，到时候会及时通知大家的。啊，对了，那最后的话，这个大家记得来加一下我们的节操群啊，大家一起来掉节操。好，最近也是有很多观众来问到底该如何投稿啊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在这里在这里输入啊 7678-5588@gmail.com 就可以了。在标题呢记得要描述一下你的那个录像，比如说啊这个100啊十杀之类的，然后在这里但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那个文件拖拽上来。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只要发送过来。发送过来之后你看我这边就是能收得到啊。然后你也会收到我的一个自动回复，那就证明是投稿成功了。然后另外是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如果喜欢的话，最好是得这个订阅我啊，订阅了之后呢你会收到提示。一般我视频里面它会有主动那个订阅的提示，然后你们平时看视频最好是进到我的这个视频空间里面来，然后你们可以点像这种播单，就会看到像下面啊，你看我们点一下，就会看到很多这种视频的专辑啊，这个一个是进空间或者订阅这种要快一点，大家很多人平时用搜索的，搜索其实很不靠谱，因为搜出来很少有人会去点那个最新发布，那个按钮也很不明显，特别很多人是在手机上看嘛，所以说这个就更不明显了。这个搜狐啊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啊，基本上都是这样。这样的话，你们就可以这个看到这个最新最快的内容。
啊，接到这里吧，再见。